《竹之舞》退情诗，五之三。主讲老师：南湖高中黄建伦老师。嗨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接下来看《竹之舞》退情诗的第三支影片。一样，我们要先来了解这支影片的学习重点，就是了解关键问题二：到底危机要如何化解呢？好，第一个，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呢。 郑国遇到危机，到底应该派谁去比较适合？再来，那他遇到危机应该去说服哪一个国家？然后呢，分析组织我最后答应前去说服的原因。那首先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，目前郑国正面临被秦晋包围的危机。我们来看一下课文。西宫三十年的时候呢，爆发秦晋围政事件。 好，那呃，禁军韩林，秦军泛南，特别注意这个军，它是当动词，在这个地方当驻守的意思。好，也请同学注意到这张地图，他们分别驻守在什么地方？关键问题二，危机如何化解？上 Part One，到底要派谁去说服秦呢？首先，我们有两个候选人，第一个是一之狐，第二个是烛之武。 候选人一号，一只虎。一只虎呢？了解时局，掌握局势，他一定有办法退情。师。候选人二号，竹之武。竹之武年纪大，而且从年轻就不受重用。他被荐举的时候已经超过七十岁，身体鱼偻，步伐蹒跚。那我们就可以想一想啊，一只虎了解时局，而且掌握局势。 他又是重臣，那他为什么不要自己去出面退秦，而是建议郑军派烛之武去呢？你看，在课文里面就有提到，一之狐言于郑伯曰：“国为以若使烛之武见秦军师必退。”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好，一之狐有可能认为烛之武的口才比较好，他一定有办法退秦。 那再来，另一方面也有可能，如果请竹之武这种不受重用的老臣，比较容易松懈秦军的戒心，或许他比较容易接受。那也有可能，易之狐自己认为他是大臣，这种涉险的事情呢，他可能也不太愿意去。同学们可以想一想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关键问题二：危机如何化解？Part Two，为什么竹之武会答应？ 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朱之武的心路历程。一开始，他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他用婉屈的方式，用有点怨怼的语气，告诉郑钧说，他年轻的时候啊不如人，没有被重用，现在老了无能为力，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不平之名。后来呢，听了朱之武这样说。 郑军就先呢告诉烛之武说呢啊，我不能呢早用你是我的过错。他先引咎自责，但是突然话锋一转，他告诉他说，郑国如果灭亡，你也没有好处。用这种方式告诉他，国家灭亡对谁都没有好处。那听了这样话的烛之武就许之夜坠而出。 啊、那这坠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用绳子系着身体，然后呢沿着城墙呢垂坠而下。你看这么危险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从这可以看出他的勇。好，可是呢，成事与否也要去看双方到底有没有共识嘛。所以，我们接下来要从朱之武跟郑文公各自的需求跟考量来做分析。 好，我们大家来看哦。对于竹之舞来说，他的考量跟需求是什么？他也在等待机会。好，所以他听到郑文公已经引咎自责，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施展长才的机会，所以决定答应他。好，再来。 郑文公的需求跟考量是什么呢？他当然希望烛之武可以答应，然后去说服秦军嘛。所以你看哦，他一开始先放下身段，引咎自责，希望可以动之以情，透过认错、礼贤下士，表现他沟通的诚意。但是话锋一转，他马上向烛之武说明现实厉害。从这也可以看出，他为了达到目标而施予烛之武压力。 关键问题二：危机如何化解的？Part three，到底要游说哪个国家呢？为什么是秦国而不是晋国呢？第二支影片我们有提到，郑国和晋国有一些旧恨跟新仇，因此如果他去说服晋国，他只能求饶；他去说服秦国，反而有机会可以增加盟友，牵制晋国。最后，让我们针对这支影片做一些重点回顾。 郑国遇到危机，派谁去说服呢？烛之武。为什么烛之武会答应？因为从烛之武跟郑文公的需求来看，发现他们彼此各有考量。那最后决定游说哪个国家呢？决定游说秦国，因为他游说晋国只能求饶，而游说秦国可以有机会增加盟友，牵制晋国。下一支影片。 我们要来讲的是竹之舞如何说服秦博，敬请期待，记得点下集哦，拜拜。